Hello， 今天呢，我要去一个好玩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去过密室逃脱。我之前也玩过，但是，我也觉得还好吧，不是特别恐怖，然后我也可以承受。今天我要去的，听说也有点恐怖。今天呢，我穿的就是一个比较侦探风，出发。请问你现在在哪里呢？进门请左转。我们现在要选一个队长出来，谁在第一位？杰哥第一位吗？我们还是要选出一个队长，传得急，谁传得急谁当。我在后面，小风在后面。我们现在人数有限，大家千万不要分开。好，这场战斗我也不知道是推到哪里来，大家快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出口。这个门已经开了，我们还要找到另外两个。找一找，应该还有。来找一下柜子。贾老师七记住了。对了，房间里面。啥？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因为那样的话下。哇，这个灯照的眼睛要瞎。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要干嘛，就是按完之后从这儿出去。走吧。体验感很棒，这比我之前玩的要好玩。这样子印象深刻的是哪个样子？想要去推开那个门，但是那个僵尸就在门口站着，对，那个还挺恐怖的。你知道他明明在那站着，然后你又想推，然后他就离你很近。其实错过也不错，至少昙花一现过。休个场呗。就是你给我们搞点。哎，累了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吧。我们加麻加辣吧。这真的是个假人。哎呀，太搞笑！我们就是个假人。大哥，干了那么久。摸都剪刀不摸那个假人的腿。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这我认识啊，就是。你看啊，萨马迪卡，卡门纳开的都蹦蹦蹦卡嘞，干嘛加了？吓得不只是我一个。你无情。